啊，我们走到这里，看到一颗大石头。好，你去坐坐看。小元宝很喜欢石头，大大小小的石头他都喜欢。那可以照照一张相哈。可是，走我帮你照。吧。好，宝宝帮你照相。啊，拍美美哦。把口罩拿下来照相了。这样走有点喘呢、嗯，因为在高山。哦，我们现在在苗栗耶，现在苗栗耶。嗯，苗栗，宝宝拍照。OK，比爱心呀。好，走吧。走。石头很大。我就知道你一定喜欢这颗石头。我更喜欢大的。这里有这个林务局新竹林区管理处。哦，晒到太阳反而有点热哎。一个石头。啊，那里的山很美哦。走到这里慢慢就有这个了。有山有云。然后就到最大颗的，好大颗的，你看。嗯。哦，你找到这颗了。等下要放回去。嗯。厉害的。厉害找，他都很喜欢找很多。形状很特别的石头，对，他的兴趣是找特别形状的石头。哥哥是找喜欢漂亮的石头，不是会做爱心石头给我。很好。你有舒服一点了吗，阿玉？有。哦，舒服了，好了。哦，有鸟叫！啊、哦，有车子来耶，小心！好的。不知道哎。那你不是说不行开车吗？我记得不行啊。对啊，我有看见不行啊。可能有例外啦。在我们一层。嘿，在我们一层，我们少走一段。哎、欸，这里鸟叫声很特别。刚好听到，啊，这个鸟叫声。没错，鸟叫声很特别，还都是吱吱吱吱吱的。嗯、啊。很美啊。风景很美。我就觉得它的云，它的天空特别蓝哎，很奇怪。对啊，我刚才才看到只有一颗。我觉得山上的云特别蓝。嗯，刚才呢，我看到山。啊，这个树也是。密密麻麻绿色的树，好美，好美哦，好美哦。然后只有一颗是白云哎。